你好呀，我是林白，今天要阻止百字爵士来靠近乐缇娜。可能他看到都是射箭的，和他的朋友有点相似，所以今天没有说话。他看起来还不想前进，先放个亘古黑暗。亘古黑暗并不能吸收祷告，所以还需要用托普斯的立场来挡一下。但是托普斯的立场对我来说用起来并不顺手，所以拿在手上我也很少去用它。哦，英国新定律破了。但目前为止他看起来还不想前进，诶，他前进了，想要靠近乐缇娜。为了不让他靠近乐缇娜，我们就应该把他弹回去。好像弹错方向了。这时候他更靠近乐缇娜了，我们就大喊一声，你不要过来。白字爵士对这一声大喊有一点反应，那我们就再来一次，你不要过来啊。他还想靠近乐缇娜，那我们这次就赐予他命定之死。好，结束。哎，我怎么也死了？应该没有关系，等到他出奖励就可以了。想多了。